没有，他公司的 IP。我操！我跟你讲，杰星日常，我叫阿星。今天是3月27号 ，AMX Day。没想到今天影片呢，就带大家直击一下我们 Jaxi。同事们穿了一双 AMX 来上班。你想说，为什么我要跑题，对不对？我的够了。我们那一层的厕所满了，有点滚，已经憋起来半年了。刚刚也在睡觉。你是因为今天 AMX Day 所以才穿这双来的？这样超 Q 的，脚感很好，是我穿过最棒的球鞋。介绍一下你今天穿什么球鞋来 ？FMW 哦，黑手黑手，这双真的是很漂亮，砸了多少钱？大概刚来接新第一个月的薪水，这样透露了接新的薪水。约会必穿，增高直接170的男生突破180。好，那你心目中最经典的 AMX 是什么那一双？应该是 AMX One， 国中第一双的 Nike 鞋子。那个时候看到朋友穿，学长，学长又是学长，学长真的很鸡歪，完蛋，都穿一些很贵的鞋子，好帅，害我们入坑。今天穿的是2090，就去年的 AMX Day 的主角。对，因为旁边有热水哦，没有 ，OK 的 ，OK 的，这样才够日常啊。那你心目中觉得最经典的 AMX 鞋款是哪一双？最近我觉得我还蛮喜欢，就是720，它像是从前年开始正式登场，然后它历经的这两年，其实都有在气垫跟它的配置上做一些小小的调校。720让我印象深的原因，是因为它那个时候它还在设计原型的时候，我就有在某一次出差的时候看到它的原型，然后那个时候720是还没有任何的消息。那个时候那双鞋还在筹备的阶段，哦，筹备的阶段，总是酸，超级困，要靠你。那肩膀吗？今天还 OK 了，应该说大家会好奇说我们编辑，是我们编辑，我们编辑一天要产出几篇稿量？我们现在的状况比较像是一天有一个固定的篇数，篇数，对，那就变成说，如果可能有些人出去活动或参加其他的事情的话，那别的人就可能多出一点。那像今天没来的就是阿万跟南希。都没来，所以你们就要增加稿量的意思吗？对，基本盘大概是几篇？基本盘那一周的话，一个人现在大概是12到14，12到14篇，好吧，给大家参考一下，给大家参考。所以你必须要具备这个一周可以产出12篇文章的一个能力。对对对，好好，没问题，棒，感谢，谢谢你采访。救命！救命！你手是酸的，我蛮酸的。你有离职哦？为什么要打包行李？我是在整理球鞋。哦，这球鞋。对。拿来就我看一下，哎呦，赞的啦！这发了吗？还没。哎呦，好水的，很帅耶，是不是？很可以耶，三个配色，三双你都有了，这是干嘛？拿来给你干嘛？这一双是给我穿一下，这样。这双给你穿一下，啊，这两双。这个开箱。哦，开箱，他给你新开箱，这样。平常编辑的工作就是要帮品牌开个箱，介绍一下鞋子啊。所以我们会抢先拿到还没有发的鞋款，这样蛮长的，蛮长。你不是也常干这种事吗？我还好，屁啦。但是今天是 AMX Day， 那你今天穿什么？我今天穿95 OG。可以吧？要吧？那你心目中最经典的 MX 是什么？就这一双。今年 MX Day 出蛮多鞋子，你又想要买哪双？死亡之吻吧。不是有了？他新配色我还没有啊。哦，你说茶那个配色？对，茶那个配色。哦，茶配色。CDG 的，买多少钱啊？不好说。不好说是不是？那你心目中最经典的 MX 球鞋是哪一双？讲我有，就95跟97、啊。95跟97。95就是自己出生那一年。哦，你是95年出生。95年出生。哦，看不出来。97就是那个鞋线漂亮。哦。到现在看还是很经典的一双。顺便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球鞋编辑 Boggy 的 Stay。今天 Max Day 穿什么球鞋？干嘛？好，看我是卡。我这样一直看着你，你害羞吗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影音部的幻宇，你负责的项目是什么？好，这就是本频道本 IP 的一个片头，就是他来做的，算是一个专业人士。好，谢谢，没事没事，你靠压我，你是第一次上镜哦。跟大家讲一下这次的概念是什么，好吧？这次的概念是射出去，射发，所以这就是上班的内心。就是我们应该不会上班，上一班就是举手在那边。这是你的 OS。之前 Jaxi 的一些 IP， 你做过哪些动画？超人、下课、拍谁可以主持？今天拍。哦，对，我的片头是他做的。就这个啦，这算是新的吧？对。然后有黑色。我眼睛不要好奇啊！安静一下。
你们讨论什么？洗牙套。应该差不多三号，我先走了。再见。啊，没有错，瞬间移动。现在要去的地方呢是 Wish You a Good Life 的春球。那各位应该知道 ，Wish You a Good Life 呢是周汤豪所成立的创意团队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呢非常荣幸可以被他邀请，就感动哎，然后德和能小弟可以被邀请这样子，好，所以今天非常应景呢，我也穿上了他们亲友限定的 T 恤。各位不要放错重点，不是我的胸肌，而是这个胸前的 logo。那现在呢，让我们等一下我的同事南希，哈、哦，他要迟到了，正常发挥。不想见，然后要喝一杯下、哦。喝下、哦。好，新年快乐。抽奖券是电子发票的格式，我是三号，祝我中奖，好吧？我们带大家看一下里面现在的摆设长怎样子。欸，我觉得他扮得蛮屌的、欸，你看，对，一个 good life， 然后呢，中间就是很像一个舞台的一个地方，太帅了。然后今天主持人呢，应该是 Ken 哥 ，Ken 哥，好不好？哇，太气了吧 ，Damn！ 欸，奖品，哎，怎么样？今天奖品是什么？我今天奖品，这个。好，欢迎大家介绍一下 The Remake。哎 ，Hello， 是写他做的。最近事业做很大哦，没有啊，卖 gay 哦，没有，亲友限定的球鞋 ，LV Subro， 这都是今天的奖品，好吗？希望我会中奖。你有看到服务生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你后面好像有。哦，对。在抽单了，差点他倒酒，差点出事，差点出事哎、欸！这是我第一次办春酒，也是第一次以 Wish You a Good Life Creative。创办人的角色邀请大家 ，Wish You a Good Life 的 DNA 其实就是 friends and family， 然后一起做酷的事情。之所以会成立 Wish You a Good Life， 是因为过去几年除了歌手的身份之外呢 ，Nick 的品牌操作也是由 Wish You a Good Life 一条龙的进行，除了音乐企划、包装设计到 MV 制作、整体规划，甚至到行销、创造话题等。在文化创新与商业中，我觉得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平衡。然后今天在现场呢，只有一种人，就是业界最屌的那一种。谢谢。哦帮我们做个 ending， 看来是很难。插缝隙。你觉得怎样比较好？就是趁那个换人之间，假装去合照，其实是要请他的。谢谢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想到就是可以跟我们 Jesse 的朋友就是说一个拜拜吗？或者你讲一下你今天的感想？有，一开始是 Jesse 的朋友，你们好。可以讲一下你今天是 Jesco 是？哪一个事情？今天其实有点像 SNG， 对，我就觉得说有点眼熟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我是服务生，但结果是 SNG 的我。可以唱一下那首歌吗？我都忘记自己忘记怎么唱。那你帮我们做个 ending， 谢谢 Jax 的朋友们 ，Wish you a good life， 耶、yeah ！谢谢。恭喜恭喜你。